提醒我啊，咁啊，如果到周末啊，咁啊，即系冇啤你漫步嗰两日咧吓，咁啊 ，YouTube 系会有推播有通知嘅，但去翻星期一至星期五平日，即系有啤你漫步嘅时候咧吓，唔知系咪即系 YouTube 费事同一个频道啊，咁啊就推播啊或者通知太多，咁啊就变咗做最正分析嘅时候咧，咁啊就冇通知冇推播，咁有啲网友就 miss 咗，咁啊即系所以就即系第二朝咪就自己抄翻佢重温啦，唔知大家有冇啲情况，咁啊依家大家都去做个统计先啦，咁啊有冇通知？有冇推播，大家收唔收到先啊？好啦，到谢讲下啦。哇，今日东方嗱，虽